在我开始之前呢、啊，我想问你们那个贴有没有发一个序号给你们？我让他们签一签再收回来。没有哦，你签一签再收回来。啊，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序号是什么？他们都有自己拍起来，是不是？好。OK， 就你们帮他们搞保管，以免大家搞丢了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很好，好。然后我现在重新讲哈，总之呢，同学，我刚刚少讲一件事情。你们今天一定要修改完善、啊、然后你们这滑鼠很奇怪，会一直跑，是正常的吗？它坏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有点讨厌哈，但好吧，拉着。同学，礼拜一要缴交作文本，那你今天呢？文章改好之后啊，要把它印出来哦，选组同意这是 final 的版本，把它印出来。印的方式我们教过你们。把它转成 Word 档，有没有教过？那转成 Word 档是不是它注解都会跑出来？然后下面他们也要印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所以印完之后呢，贴在作文本。礼拜一要缴交，那因为礼拜一完，礼拜二就断考，所以尽量不要迟交哈。礼拜一就是按照座号 ，Sarah， 要记得帮我排哦，一到最后一号，好，排座号，然后放交过来。表达 deadline 就是。断考完6/28，再缴交，再填完就可以了。那麻烦大家一定都要给我一些 feedback， 让我之后作为参考哦。好，在暑假作文的练习方法，我刚刚讲到一半，我先讲。首先，大家要现在先去云端 writing class， 然后呢，找到一个学测的作文的档案。有看到吗？哇，你们这个滑鼠实在是有点难操作。有没有看到93-108年历届英文作文题目？大家有哈？好，那你打开之后，你有看到我们现在先假设看108年好了。同学，这篇作文呢？帮我念一下他的题目好不好？够。身为台湾的一份子，我问你，你觉得这个题目好不好写？好不好写？首先你要了解台湾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还要各有组织，可以把它分成两面向来探讨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段他还要你说你的 idea， 你要怎么样去推广台湾？好，那同学呢，在念这个作文的时候，来，第一个，你找到。暑假练作文的方法原则上就是照年份每周要练一篇，从最新练到最旧，这是原则。好，所以呢，你断考完到暑伏你有4周，所以就是练4篇，好，1周1篇。那怎么练呢？来，第一个，你看到这个题目呢，你马上裸考。什么是裸考呢？就是你把它当作你看完题目的当下，你就是在考学测。然后你给自己计时35分钟，你就对很紧张，就是要紧张。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，而且你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，你对这个主题熟不熟？不熟，那你要掰，就把它写出一篇符合它的。写完之后呢，你就放着。然后呢，写完之后第二个步骤要干嘛？你要勤读历届满分范文，然后找你觉得他写的不错的，不管是 idea。还是句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哦，刚刚的那一篇，点进去加作点进去，点不到哎、欸，我觉得还在跑，帮我点，我要下载好了。你们班换一个滑鼠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他有点淘气啊，这滑鼠有点淘气。
他就不给你点了，不给你点了，好，这样。好，点，有吗？哎哎。好，那瑞塔帮你整理的这个每个题目旁边都有加注，你要来看最下面这里，像这一篇它就有12篇加注。那瑞塔读过之后呢，同学记得我在读108年的这个学测的加注的时候，你要多把重心放在它的内容，因为这些加注，因为这个题目不好写，所以它挑出来加注啊。它其实英文都有蛮多一些瑕疵，例如拼字错误，你会发现。可是请同学着重在它的 idea 还有内容，好去吸收。那我觉得卷六很棒，你们可以看这位同学的，他写得非常好，他的字体也非常赏心悦目，他写得非常棒。好，那同学呢？你在读至少他有12篇，那你至少要读6篇。同学，之前我有没有叫你们准备一本作文本啊？有没有印象？要用来写 quote， 就喜欢的佳句要写在作文本里面，有没有印象？我们在上那个Utopia 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探讨我们之前读过哪些电影，看过哪些电影，然后有不错的句子跟你们分享，有没有印象？对，请你们去找一本作文本去写佳句的。那现在就是你读这个过程中，例如我举例。Of many reasons I can find to be proud of my Taiwanese heritage, there are two that stand out. 好，那你觉得 there are two that stand out 很好的话，你就把 stand out 这个片语写起来。好，就是你把你觉得不错的地方写在作文本里面。好，这样准备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什么好处？你会对这个主题呢的关键字有了解。所以呢，把它写在你的作文本里面，抄写5到10句佳句。完了之后，下一个步骤，这是有准备了。你读完范文之后，你对这个 idea， 你对这个作文有想法的，然后你就利用批改网再写一次。好，什么是批改网呢？同学现在把这个网址抄起来 ，tw.pigai.org。来，现在去你的手机登录。你们看到这页面？好，那现在来你的账号登录，请登录你的账号。我用学生的账号登录给你们看，我假装我是学生，06。然后这边729，太错了。好，同学有没有登录进来的画面？有吗？好，登录到这个画面之后呢，请你点赵燕婷，点你老师的名字。你如果点这个加，你会看到其他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有去研究这个批改网的老师，就是我们三位。那我们会在下面建立我们的班级。那我现在已经建好我的4个班级。好，那你们就是4班。好，那你去点赵燕婷之后，你就看到作文题目有没有？